福州是中国著名的手工艺重镇。作为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一的寿山石，有天仪瑰宝生闽中的美誉，因其雕刻材料产于福州市郊寿山村而得名。其主要技法包括圆雕、博弈雕、印钮雕、镂空雕、炼雕、篆刻等十多种，极具特色。寿山石为什么一直受文人雅士的推崇？由匠而炉，有那个笔墨的味道，笔墨的韵味。清代呢是寿山石的鼎盛时期，传下来就形成了东西两个艺术流派。但是在特殊时代下，也出现了既没有东门派也没有西门派师承关系的福州寿山石传统雕刻技艺国家级传承人林亨云。他的创作多为现实题材的作品，圆雕人物、动物最富特色。其中擅长用韩红石刻熊和用其他寿山石刻鱼。圆雕又称立体雕，一直是寿山石雕的主要技法，它可以呈现表现运动过程，因此在林亨云的熊系列作品多可见捕鱼、嬉戏等逗趣场景的刻画。寿山石的加工处理的话，那个很关键的一个就是我们老一辈艺人都有一个叫做相石，叫做一相抵九宫，实质上就是观察审议我这个该刻什么好。创作圆雕作品，对不同的石头进行取舍是雕刻的第一步，其次就是根据石头的不同材质和纹理色泽去选择题材。相石打坯定大局，凿坯结构见分明。打坯是圆雕中的第一道程序，先是打粗坯，用手锯切出原料的多余大块面。第二步是凿坯，让作品的层次更加分明，修光刀法求气韵，粗细磨光更传神。四道工序之间密切关联，互相配合，把不起眼的石头变成一件件有生命力的艺术品。林亨云艺术成就的取得与他一丝不苟的严肃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自身对寿山石的热爱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林亨云的下一代。儿子林飞、林东也先后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和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子女们各怀绝技，与父亲林亨云一道驰骋寿山石坛。石英尽其美，是林亨云这老一辈寿山石雕刻艺术家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始终保持着决心、耐心和信心，投身于临时创作，在艺术之路上继续前行。